哦，协议反应，什么？看来似乎证明了我之前不是在胡说，干太神了！啊，还要继续玩呢。 刚刚那个伊泽瑞尔就是会战完了，然后人家都在这上点问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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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 ED 刚刚不打？哎，小黑，各位施主，已经将你当成众矢之的，这便伤脑筋了。既然如此，劳纳便不妨要将真相披露出来了。看一下啊，劳纳并未在此夺过什么性命，杀身之事早已如同什么机杼一般无畏。 还是鸡了，鸡柱鸡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表情怎么会如此淡定？看来必须听听了行阁下的申辩才行了。请你马上开始作证。啊，黑熊很激动，还好啦，我是看那个他打字啊，他打字啊，惊叹号，我不是叫赵人念啊这样子，不然后你怎么不能像他，让他怎么？ 在笑有没有？像呵呵呵，你总你至少要来个，呵呵，你总不能呵呵呵，如世主所愿，这样很没 feel 啊！哈哈，这巴龙好难打，这雷兹好强啊！ 就是那个棋盘吧？真是令人惊讶，凤院坊了闲。不过既然能想到让狗来进行处理，应该首先把这张纸处理掉才对。这是在被害者牢房里找到的通信象棋的棋谱，里面所画的棋谱和你房间里的棋盘。 盘面完全一样，嗯，哦哦，雷兹被打中了，好像有点痛。据说国际象棋的下法种类有十的120次方之多。 这样的偶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。
黑熊 PS 4现在买还要8000多块，等你寄给我，等你寄给我一台啊，谢喽。请你坦白说出杀死被害者的理由吧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尝试挑战一下去解释这个偶然，也是可以的。不值得一提，世行储藏哎，世行储藏尤胜小说家言。这句话整句我都听不懂在念什么、啊，早有俗语定论，施主所言即是，此乃不是出的偶然。老衲此刻方才明白，这位隔墙圈子的圈妻之友，竟已不知为何人所害，可圈世间百态，人生不若沧海一粟。一粒啊，沧海一粒。那小黑，你也十分感慨吧？事已至此，老衲便全盘托出吧。小黑啊，智起之时，乃是那个什么动物秀，将众人引到一旁之际，小黑便将尸体运送至此。可惜当时那具尸首的喉咙已插有凶器。老衲未免受这无妄之灾，就命小黑将尸首转运至了工作间。此外，老衲还叮嘱他完事后将凶器取下，送回此处。你们这群王八蛋，不要再聊天室唧唧歪歪的。中文字博大精深，这么多个字，这么多个破音字，我难免不没办法全部都记得嘛。所以你们就别再跟我计较了。到半夜快4点了，也困了，难免有些意外嘛。所以你说已经换人了。你说拔下凶器的也是小黑。这个日然若是于此处拔下凶器，血溅一地，有理也难说清了。玉剑官，也就是说那位山野先生的证词。一只大型的黑色犬竟然狠狠咬住了被害者的脖子。你说什么？原来如此，三姐所看到的是他拔掉凶器时的情景吧。啊，没错，那位狱友的目击证词不禁让老衲虚惊一场。小黑这次也是少有的失手了呢。那这时，老衲已将所知之事属尽说明了，尽数说明了。老衲未开杀戒，仅仅取回了凶器而已，如此一来便足够了吧？老衲和小黑都有些惊讶。奇怪，为什么有时候你们讲话会有声音，有时候又没声音？系在凶器上的铃铛和狗脖子上的铃铛，哦，一模一样，是不是？形状都很特殊，很有特点。感觉好酷哦，这个杀手有点猛啊！施主果然好记性，毕竟上次见得老衲的铃铛已是多年前的旧事了。不错，那本是老衲的阴铃，存世仅有2只而已。只有2只？此乃特制之物，分别系于老衲的匕首和小黑的项圈之上。如此一来，即使是老衲这等失明之人，也能凭借耳力辨别方位，以心眼观怎么样？观处常在吗？常自在，不离于世。不过入狱之时，那套法器早已被没收，不在老衲身边了。
没有，我就知道一定没有。哦，好烦啊，这一章节怎么办？又臭又长的，搞屁哦！看，你们根本就只是在旁边看雷兹打会战，然后再出来剪尾吧？这傻炮也蛮过分的、啊。哦，最后一张哦，那个逆转系列哦，每次玩最后一张我都快吐出来。最后一张可以让你玩上，可以让我玩到退伍，感觉就是这么久，你知道，真的是又臭又长啊。L L 都打十场了，你还没玩完最后一关。对律师来说，最重要就是不轻言放弃。这一代每个长度都跟逆转最后一张有得比，搞什么鬼啊？那逆转五代怎么办？不玩到吐血。而且我基本上没什么卡关欸，就是顺顺的玩欸。内藤将凿子带进来的方法，那就是用那个啊，棋盘盒啊。快加速器，它的存在将会影响凶手是了结这个答案。怎么有的话早就拿出来就好了嘛。听听看哦，好，听听看说明啊，这是广告吗？是的话，我就直接ban掉了哦。水哦，啊。又过了两个小时，那再稍微休息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因为我茶又喝完了。你看我玩超久了，我茶又喝完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三分钟。啊？什么？之前看黑熊都会看到睡着，但今天
今天一百年难得一遇，我一定要盯住。哪有啊？你明明就每天都在这边。搞不好黑熊不能在厕所睡着了，不会哦，谁会在厕所睡着啊？疯了是不是？我一直等黑熊睡着玩点名，你知道收台玩点名吗？我看一下哦，最晚玩到四点半了，四点半还没破完就先收了啦，好、哦，我们就先定这样，不然的话总不能就这样浩浩荡荡打超久哎、欸，今天我玩超久哎、欸，实况四个小时多嘞、欸，我的衣草也快爆了，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些东西好了，先继续玩。就是不妥的地方按调查就行了。快进倒退，还有暂停按 B。对影像进行播放却是不可以的，什么意思啊？算了啦，看一下哦。你下星期签下去金六节就能看黑熊整整一个月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是时候了。我对里面那一枚镜子非常的感兴趣啊。影像中可疑的部分是哪里呢？扩大。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哦，这样不能播放是不是？好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仔细的看一下这镜子先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他的手吗？哦，好慢哦！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不是被咬的是那个，不是那个戴着帽子哎，对啊。就是被偷走的那一套警备制服嘛，对对对。如果影像人物不是内藤的话，那黑影也许。也不是一只狗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什么网高啊？
大。喂。缩小。扩大。这是白熊啊，好雷啊，这是白熊啊，这是熊啊。熊。你看，就他。因各位是内藤先生的牢房。这段影像里出现的人物是，对，他出现的人是他吗？白熊变黑的理由是什么啊？啊，因为他在墨水里面打滚吗？啊啊！我知道，他可能刚好正在涂那个泥浴。在做泥浴之后，立刻发生早上九点。啊，和影像拍摄时间。什么什么？影像拍摄时间九点，九点是什么啊？早上七点、十二点，晚上几点是查房？嗯，我靠，原来是这个、哦，我真的很低能哎、欸，我，受不了啦！画面上那么清楚，我居然没看到。我累了，我该睡了。大家晚安咯，拜拜。德中把白熊交给了山野，然后进入了秘密地道，然后熊熊就跑出来了。然后白熊之后从山野手上逃走，追向了自己的主人。然后他这个时候走出来，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尸体。Oh my god！ 录影机有掉电约三小时。内藤否认抢夺药水的事情吧，虽然犯人说的话好像没人会相信，不过自己也失去了意思。
内藤师傅是这样主张。玛丽，哦，多少有什么进展了吗？有没有什么可以我帮忙的啦？其实我们有事需要和美和所长您汇报。越狱犯绝中秀智仍然在这所监狱之中。就只有你们两个人而已，你们在激动什么啦？哎，死定了哦 ！GG， 看来马克已经告诉我们了呢。如被如此喜爱，真是令人羡慕啊！好了，趁现在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。等等，我还有事必须问这位囚犯。关于查清真相是必不可少的，能不能请你允许我们进行问话？我明白了。为什么要攻击自己？对对对，应该只是扑上去、抱上去而已吧。锤子还有勺子什么的，被弗利贝尔卖了，但还蛮好笑的。没错啊，等在那层死前不久，取证时。看一下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我先一个一个看好了，好累。哇，你在大声什么啦？各种生气耶。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什么？知道？他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到外面，可是他可以知道明确要挖到哪里。然后他那个地板有木板，他就算挖上来看到木板，他还敢直接敲开来看里面是哪里，知道？好，付个0002晚安啦，祝你好梦啊，赶快去睡觉吧。那个家伙似乎是随便从某个声音柜掏出来的样子。出了地道后，只要换上衣服，想走出牢房的门，轻而易举的了，是吗？
啊？他为了越狱必须拿到某个证物才行。啊！你说走出牢房的大门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没错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啊？就算你从地道到内层的牢房，门也不会被简单的打开。你到底是打算怎么打开那扇门呢？杰森秀智，你这家伙手里有内层牢房的钥匙吧？噓，我才没有呢，怎么可能？对了，门是开着，从一开始门根本就没有上手，不是上锁，确实，内藤死后那个牢房就空置了，因此我进行现场搜证的时候，门并没有上锁。事实上，越狱在成功是在内藤死后，那时门锁应该是打开了，可是你在死之前就尝试过越狱。好了，完蛋了，完蛋喽！他要被 KO 了。抢夺钥匙事件真正的犯人是泽中秀智。哦，他也是干掉两个人，不愧是拳击手，太强啦！别血口喷人了，根本没有证据，怎么能随便判老子输掉这一局？本来啊，那个什么内藤去袭击看守的嘛，根本不是这样。关于抢夺钥匙事件，内藤也是受害者，能够证明。哦，有啊，他头上还有一个撞击的痕迹嘛。哎，等一下。他头上明明就有痕迹啊！哦，好雷哦！妈的，你们不要在那边冷嘲热讽了，你们下路二人组。内藤牢房里遗留着的东西，内藤牢房里遗留下的东西，他牢房里，他牢房还有剩下什么、啊？他牢房难道是血迹吗？可是他不是只是被罐头有喷血哦？这里袭击了两个人，并夺取了看守身上的钥匙，没错吧？哇！你怎么全招了？等一下，你怎么把全部的内容都招出来了？你怎么自己都招了？我，你跳屁呀！你跳屁呀！刚刚那一幕，我突然想要快打旋风了，被打死的时候。KO 卡卡。哦，对，没错。哦，下路要崩了，下路要崩了，下塔要爆了，下塔要爆了。
有可能存在你不知道的其他地道吧。啊，我所挖出来的只是中途的半条路而已。我被关进那个牢房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洞了，那个洞连接着我的牢房和水井，我从庭院那里查看过，绝对没错，是从那里开始的。后续的部分是我挖出来的。那口井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很好闻的味道。我们所知道的香味是，那要选哪个啊？可是那个蛋糕没有那个啊，没有那个叫什么？这边也没东西出现。啊，什么？哦，还要推哦？你们到底是他妈的有病是不是？德隆阁下用钥匙打开牢门之后，内藤阁下进入元代阁下的笼子里面。哎，凶屁啊！啊，然后呢，再被从井口推下去，然后落在井下的尸体，接着被了闲的狗运到这里。嘿。
哦，好烦哦，真的是各种脑补啊，搞屁哦！这推理很近啊，这点我不容否认。假设是尸体是被从井口推下去的，好了，但这并不一定就是在公演时候，也有可能在别的时间进行的。啊、嗯！上八五五八，晚安，你好啊！应该已经快早安了啦，快凌晨，你好了。刚结束的时候，可能在工作间发现了尸体。就只可能在演出期间而已，而且能够做到这件事的就只有元代草太一个人。好、哦，怎么转半天还是回到他身上啊？就真的是，哎，等我一下。哎呦，屈服了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换地方重新进行搜查，是不是？干嘛干嘛？靠呀！你们晚餐的灯不要铃声，不要用这个来，太难了。对马克还蛮好的嘛，虽然一直屌他。哦，我决定了，我放弃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就好，太累了，我的天哪，我今天在破 final 章节吗？有点太累了，你知道？没想到居然如此的凶猛啊！这个棋第二章第二章而已有没有搞错啊？现在是第二章哎，太神啦！欸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除了订阅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到 Twitch 注册一个账号，到我的实况频道点选追随，来参与我的现场直播哦。